春晚真的是一年一度最有看点的晚会节目了，除了帅哥美女表演养眼，自带段子属性的选手也是频频出现。刘雨昕小姐姐第一次上春晚就用力过猛，跳舞动作真材实料，把衣服都扯开线了，哈哈，小姐姐也太实在了，没有划水是锤了。据悉刘雨昕之前在山东卫视春晚表演时也超卖力，竟然把地坪都踩灭了。